女性不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条，一个呢就是这个子宫的因素。那么对于子宫出现畸形的病人，或者说有纵隔，或者是子宫内膜有息肉，或者宫腔粘连，就会导致不孕。第二个就是输卵管因素。那么如果输卵管出现了阻塞，或者是粘连，或者是这个运动受限，是影响怀孕的。第三个呢就是排卵障碍。那么，如果说卵巢的功能非常的差，或者是说多囊卵巢这些影响排卵功能的，那么也会影响女性的这个不孕。还有一部分病人呢，就是宫颈的因素。那么，宫颈如果有息肉、重度的炎症，那么它也是会导致不孕。最后一个因素呢，就是阴道的炎症。如果阴道有这个急性的滴虫的感染，或者是严重的念珠菌性的阴道炎，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真菌性阴。